历代帝王都是用儒学道这三教来教化人民啊，所以三教啊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，虽然。 在历史上有改朝换代，但是无一个帝王无尊敬三教，无奉行提倡推行三教诶教育，中国这二党，天地久安啊！ 一个民族绵延到今那日，无比时代倒汰咯。原因在即点啊！但是，如何做三家的连接，拢有相当的难度。现在物件摆在你面前，印刷术发达咯。 难但是你掀开这本书来看无，头一个文理就是障碍，拢是文言文写。现代人无学文言文，你从这物件介绍给伊，伊无落用。 伊袂向读啊，尤其是近代，这世纪伦理的教育，道德的教育，被疏忽了，无重视了。 现在完全是偏向功利啊，儿童对细汉该什么竞争啊？若就无竞争，人就袂当挖落去的款。若想要挖落去，一定要有精。明夫子讲了好啊。 上下高精利，利国为义啊！对以想看嘛，这个家庭，家庭无无囝儿女，父子兄弟若彼此互相竞争，这個、家庭，干会成这個家庭呢？就毋是这个家庭咯。 这个国上下拢来竞争，这社会敢会安宁呢？今仔日麻烦是倒位，全世界拢在竞争啊！汝讲这要安怎？无敌手段诶竞争，所以。 北条线的山神工啊，天顶无安全啊，地上也袂当大。切话讲有道理啊！三教啊，那女线都三教，无教人精啊。三教典籍那面拢无只教人。 谦虚忍让，无家人竞争的啊！今仔日三高电机退出来啊，人讲你挡我咯，你即无下掉流咯。所以现在人，你伊讲真猛，梦，伊讲协进，伊讲是非。 伊听无啊，毋是袂当接受啊！伊听无啊，会安怎？所以今仔日迄个道长，我甲伊甲逐个讲几句话，我要将这问题提出来，毋捌啦！现在，咱如何来劝导一切大众？ 只有对厉害来下手，不听着伊也阁听会力去，你安怎去做对你有利？安怎去做对你有害？大概即个抑会听会力去。所以啊，因公代书无用佛经，用儒家的了凡注魂，用道教的。

所以啊，运作一生啊，大力提倡这三本诶册，一生当中专心全力诶弘扬啊，咱怎样用也所在啊，针对现今众生诶根性。 不但在中国弘扬，这有效果；在全世界弘扬，拢会当得到相当的效果。那那、啊、马是爱关机啊，一定爱发大信。 帮助这个世界苦难众生，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是唔是会耽误？你嘅大慈悲心，甲诸位讲绝对袂耽误啊！而且会当成就你嘅愿心。 如果你哪无发心往生极乐世界，诶，问题就严重咯。为虾米你会去轮回啊？咱是凡夫啊，唔是佛菩萨再来啊。凡夫轮回是受业力主宰啊。 你这淘前世的代志未记了，清清气气。前世发的冤，可能这淘汰时阵，迄、那个冤你就发袂出来咯，你就袂去颠倒咯。你会记前世的冤呢？何不足啊？要变怎？决定，哎，往星净土。 你有即个愿无关系，到了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，你甲阿弥陀佛讲：我诶愿，想要登去到遐诶苦难众生，会用你未？阿弥陀佛一定叫你，你进去，你进去。你甲阿弥陀佛见一面咯、哦，阿弥陀佛本愿加持你啊，你伫六道内面啊，生生世世未去迷失。 诶本愿，这正是好办法啦！即愿啊，就是为着这些人讲的。度己本愿，即本愿就是以有愿为度化众生为众生苦，披红洒开。 这开也是，比如你家己有帮助众生的愿心，这是好事啊，非常非常难得啊！教化一切有情，改化信心，这所在呢，从这教化众生目的。 甲咱讲出来了，你是真正咧帮助众生，你诶目标咧非常纯正。第一个目标就是第一阶段是要，是为劝众生开发信心。这第一阶段，第二阶段已经发了信心咯。 帮助伊修菩提行，已经修菩提行咯，佫再帮助伊修菩提道，三个阶段。这个愿呢，也伫遮教咱啊！咱今仔日发心，无论是。 在加出加东西今年下半年，阮的培训班第五届要要开班喽。第五届，那是甲中国和谐、同党来办这个班。 新加坡办一个班，在中国可能也办一个班。树将动手，动手出家再家拢修，只要真正发心出来学钢筋，钢筋的人太少了。希望大家真正发心来。 学金刚，可是发心学金刚，也得爱发心真正修净土。咱决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未使发心，我来生也要来做法师。这心毋是毋好啊，惊是你做未到啊。 一定要甲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见一个面，拜阿弥陀佛做老师，然后你伫绿岛内面写信求生，决定得弥陀本源加持，你才未迷失家己啊！如果无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行一转，绝对会迷失家己。 那麻烦就多咯，有会都不赴咯。教化众生，嗯，一般讲度众生，真爱自多，家己多，家己的都袂起咯。啊，讲爱度众生。 这是佛经上常讲的啊，无有而是出啊，无这道理啊。所以啊，一定是先多家记，多家记对对道去咧。这咱在讲说当中，讲去太多太多咯，大家千万爱记哩。这话。 讲一万遍，讲十万遍，拢无算罪。为什么你无落实啊？对放下自私自利做起，对啥做起啊？如果也有自私自利的念头， 家己就袂当得到，家己袂当得到，想要去渡别人，确实是做袂到啊，做袂到啊。大圣，家己爱将自私自利嘅念头转过来，一切为利益众生，为利益社会。 以心动念为众生为社会，绝不为家己。但这成就啊，有意念为家己就错咯。你看修行诶，人有偌多，卖讲现钱，自古以来。 是不是成就的关键、啊？这個、关键就在这点。会当放下自私自利的人，大部分拢成就了。凡是未当成就的人，自私的念头无断啊。这物、個、件要对君上端。 整一礼拜，我伫只钢经，我特别邀请科技技术来这大厦顶来，跟恁大个见面，就把控一下。有啥物长处咧？甲咱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咧？ 确实有无共款所在，伊无私心，伊无我。一般人念念拢为我，伊无为我啊，伊念念为众生。我我甲伊交谈嘛，去访问伊啊，伊只有一个念头，念一切。 苦难的众生，病苦的众生，年老的众生，无依无倚的众生，伊逐家念接，伊将伊家己完全未记得咯，专心全力为社会个苦难的人服务，一把控制系咯，啊，逐家去甲人帮忙。 伊无歇困啊，汝问伊啊，几岁了？伊讲我这一百控一岁啊！伊诶话真可爱，伊这一百控一岁啊！所以啊，咱互什咪害着？互自私自利害着。 还个真深哦，还个真艰苦咯。下当即个念头转嘞，就从根本上转过来。以后啊，菩提道上终难就能减少了。使讲，渐渐是一帆风顺啦、啊。 所以教化别人，先爱将家己教好，家己先爱有一个变化。教是书，化是结果，教化是变化气质。 就是过去儒家所讲的，佛法呢？教他结果爱变化观念吗？那是气质啦，爱变化观念化恶为先。 化美为恶，化繁为简，先对家己做起，帮助别人，和对这对个人公了来目标。 第一个阶段，现代社会一般人普遍唔信圣贤人的教诲，要按怎叫伊相信？这是咱现前必须爱研究的。 必须要认真去做怎样帮助伊建立信心呢？一定系对利害方面去教导，爱对因果上去教化。 因公大事，何难真大起事？咱审查现今世界环境，今天里因为科技发达、交通便捷，贵的地球？ 变成一个鸡咯，有真侪人讲地球穿呐、啊，这话讲得真有道理啊，距离近咯，人甲人之间来往非常密切，所以无讲诶国家，无讲诶。 做群无讲嘅宗教信仰，无讲嘅生活习惯，无讲嘅文化，这些交流就免不了有矛盾的所在，有误会所在，有冲突嘅所在，这是厉害同尖啊。 这是咱现前众生的根基，让解看清楚，根键说法啦。现在要说什么法呢？现在说法讲多元文,文化，多元文,文化是毋是佛法？是佛法。 你家看，《大小贤经论》多一部经典，内面毋是讲多元文化，尤其是《花样经》。《花样经》的境界的范围是真虚空变化界，内面所讲到是。 一切如何参透？毋是一个国家，甲一个国家，无量无边，如何世界？即内面诶，种类啊，加多不可思议啊，无办法通计算。种种诶，无共款，因啊。 拢伫即个化解之中，因会和睦相处，会平等对待，会互相尊重、互助合作，这是咱应当学呀、啊。这是大雄公开发言。 你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总结，是华严经的精华。所以今天，今他你难要将这个教学的范围扩大。过去咱建一道场先以暗堂。 是因安堂意思好啊，可是人毋知影、啊，人看着即个字啊，会三心五会。即是迷信，即是佛教，是宗教，是迷信，无是教化一切友情，即目的就受到严重诶障碍。

李技术派了一个考察团，有几个同事来新加坡来详细考察，看技术林，来看正宗学会，伊要伫马来西亚建一个座场，模仿即边的形式，建一个大球场。 诶，我该建议啊，多点名称，上好改用即个多元文,文化中心。我听讲伊接纳咯，即是大道场啊！众生无边，世缘多，普度一切众生。

下福的人爱信佛，信仰基督天主的一定要信上帝。穆斯林一定要信阿拉。互你改化信心，然后甲你讲。 祝福如来、众生加上帝，是一个人啊！伫我这边叫佛，伫你那边叫上帝啊。名虽然无同款，同一个人。讲一个智慧，讲一个爱心。 教学奠定伫即个基础上，这敢有违背佛教呢？无违背。好在经常电台个讲，诸佛如来，因为什么心的多，就献什么心。你爱上帝，伊就献上帝的心；你爱阿拉，伊就献阿拉心。 所以众生心应受的量啊，咱爱知影，伊现在毋知影，咱将即道理讲讲伊听，伊就知影了。说话要宽容啊，要活泼啊，要讲个合情、合理、合法。 那并毋是统一族群、统一宗教，毋是啊。那错了。哎，就是将多元变成一元啊。这是绝对错误。多元是多元啊，多元是尊重，不但尊重，而且帮助伊发扬光大啊。但是到最后，讲这智慧。 共一个爱心，咱对即个建立信心,心。花中世界，遐尔侪无共嘅种类，拢会当和睦相处平、平等对待。咱这地球上人无侪啊。 这不过六七十亿个人，为什么袂当相亲相爱？为什么袂当讲平等和睦？不，问题是啊，是唔是有人去教伊啊？所以教育就太重要，太重要了。咱今仔日甲无讲嘅诶，作群接触。 无讲嘅宗教接触，咱特别重视教育。宗教意识啊，国人是无共款，但是伊嘅教育是共款，只是伫教上、教法上有差别。 教力是同款，拢是,、啊、是爱世人呐、啊，心爱世人，兄弟爱世人，和菩萨一切诸比呀，这目是同款的呀、啊，拢希望一切众生会当解。 安定、幸福、美满的生活，拢希望一切众生成就真切的慧，成就殊胜的功德。 提升咱生外品质，这目的完全共款啊。今仔日咱要帮助社会大众建立即款诶信心，然后则对即个信心内面，将佛教诶经典。 由浅到深诶介绍福音，无伫何在帮助伊开智慧？佛教毋是宗教啊，大圣爱互伊认识佛教毋是宗教，佛教是教育。 佛教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，咱一定爱会了解。信心建立以后，看看到伊修菩提行。菩提行是什物呢？ 是智慧诶生活，今仔咱讲诶是圆满智慧、高度艺术，落是，在生活当中。世间人所讲诶，真善美慧诶人生啊，真善美慧诶生活，这是菩提行啊。 这讲么呢？好，咱 <noise> 讲了人的原则，这是大家拢知影的啊。菩萨六波罗密第一条，施，布施是什么意思呢？用现代的人话来讲，服务啊。 你看现在有真侪人讲，人生以服务为目的，何家公布施这两字，布施就是为一切众生服务啊。你看，咱看到真侪这个诶，助会，咱宗教助会，新年。 咱办温馨晚会，义工一千五百多人，这一千五百多人是有布施、波罗蜜，伊来做义工为大家服务，服务用咱的体力，用咱的智慧，这叫来财布施。 出钱诶那是外在布施啊；出力诶是内在布施啊，比外在布施啊，更较殊胜啊。乞丐是甚么意思呢？乞丐修法啊，一切爱修几久？所以大会当中有几千人助会。 你按照规矩去做，听从指挥，有条不乱啊！守纪律、守规矩，这叫做世界。第六是讲耐心嘛、啊，真有耐心，有礼貌。 谦虚会当让让物对象对你有好感，对你会生欢喜心，会生信任心，这是能力。精进是求进步啊！绝对无以现实为万著。 不断要求进步，所以咱咧大会咧结束以后，来开检讨会，一项一项来检讨。咱有甚么款咧缺缺失？有甚么款咧做噶无够完满？下摆要安怎来改进？拢总拢列列记录。 安定菠萝蜜是内心有主宰，咱有方向，有目标，做对不會，袂服外外面境界所动摇啊！我这波罗蜜是对于安简一切树立。 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叫做菩提行啊！全部落实在生活当中，生活里面点点滴滴能故作了波罗蜜，那一定爱办啦、啊！了波罗蜜。 是咱的生活、穿衫、食饭，拢无离开啊！非常的实用，唔是空谈嘛。学了以后，立刻就就用得,、啊、得到啊！诶，当运用，你立刻就得到好处。 所以啊，毋捌，无创清楚，无创明白，你就无办法落实。我在经典内面逐字逐句，拢是讲到咱的现实的生活。真可笑，啊，拢在即、这个。 文字内面可以讲调的啊，无办法了解伊诶意思啊。海景济里，冤盖如来真实语啊，真好像容易啊。人甲人诶接触，咱做人，生活伫即个社会，绝对袂当避免啦。 人,人家人当中诶往来，应该安怎往来？佛教人诶，可是咱毋知影，未当讲做教。佛教人虾米呢？佛教人数念法啦。 塑料化就是教咱平常伫生活当中怎样甲别人往来。第一个是布施呀，布施安怎讲诶？我伫澳洲，澳洲同乡问我讲，塑料化布施是安怎讲法啊？我甲伊讲。 他接请客,客，他接送礼，就是莫事啊！我定定请你，定定送点小礼物互哩，这偷一个那交情就好了，那都人不过来嘛。这是人甲人交际诶时阵啊，偷一个方法啦，有教咱诶啊。 的你个爱故，点点关心你啊。言语当中问候关怀啊，就叫做爱故啊，并毋是讲讲一款好听，诶话，毋是关怀诶话，照顾改为问候诶话。 你这朋友就袂失去咯。第三个，利行，哇，所做的一切，就伊、是、拢是有利益诶。伊自自年年就会甲你当做知心诶朋友来看待嘛。哎，老师则会用利啊！ 第四个是同事，共同到阵诶生活，共同到阵诶学习，即叫同事啊，志同道合，世间莫尼一心。 处处台林接物，就是这四个功功能。伊家人，那会晓念，也要记得，未想做？为什么未想做呢？意思不畅通啊！你看的报纸。 一定是讲摕淡薄子正义观和别人，毋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我我讲的是，所以这个博学伫点，一个所在就有一个讲法。伫数量法里面啊，也就是在正客在送礼。讲款是这能力。伫多一个科目里面有，有多一种无共或即解释。 即咱来捌啦，袂使讲共个解释，共个解释伫伫遐尔多项目内面就讲袂讲袂通咯。菩提行会做会到啊，佫向上提升就是普贤行啊，这是普贤道。普贤行甲菩提行差别伫到位。 思想上无差别，用心无共款啊。菩提行内面，虽然是下当将这個基本的观念、自私自利的观念转过来，这转、個、过来时阵就是转还成性。 哦、啊，你就毋是凡人咯？凡人都只无为家己啊，菩萨无为家己，可是破现行啊，不但无为家己，伊家己甲一切众生合成一体，这叫破现行。你有即个观念，才叫破现行。 普贤行式，真空变化界，一切众生是是家己啊。所以破现称为大行啊，普贤行式佛行啊。这形门是最高诶啊，无比这国家悬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众生。 涵养、遵守、普贤大师之德，这是咱的本经。头一句经文就念着了，西方极乐世界。若现在未当修普贤行，无要紧，只要修菩萨行就会当往生。但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 是环形同基套方便又有妥。如果受破现行，也先到极乐世界是生是报中央土，这就无共款咯。真正有节同修应当的现前正处王清是报套 呀，一定爱学破现行，破现菩萨诶，习惯，念念行行，拢甲习惯相应，即叫做破现行。 比如咱伫菩萨行内面讲即个六道布施、布施甲普贤、习惯相应，完完拢相应，普贤第一关，你已经做会 菩提行内面第一个六波罗蜜叫布施，布现行无叫布施，布现行叫供勇。你甲看，我修布施供勇的时阵，你敬，真诚恭敬心来供勇啊。 四月九号早起九点钟，主要在遮家关肺，啊，伊真诚恭敬心来管汝诶肺，就叫做菩萨行啦、啊，比菩萨行悬啦。啊，换一句讲，一般菩萨。 这为一切众生，务谓时尊？恭敬心无达到极处，我现行是恭敬心达到极处，亲像恭敬阿弥陀佛，亲像恭敬诸佛如来，同款的恭敬心对一切众生，这叫做礼敬诸佛。 用强劲心来修啊，称赞心来修，绝对无议论，绝对无议论，绝对无诽谤，称赞如来啊。 修共修穷用，内在外在无分别，无私心，看到众生有需要、有必要的，总是尽心尽力的。 帮助伊，丰收强用啊！参会业将也逐年包挂在内。那什么业将呢？及其见他们的业将，对，丰收强用那边参读了。

随喜功德，专门对敌，即道障碍，即道障碍对随喜功德里面占多。假转花轮，过去心中啊，无知呀，处处障碍方法，障碍把人的善事，对即、這个。 车转法轮的时阵参头了，车佛注释过去心中总惊伊别人管过我，总惊伊我的地位和别人抢去。那对于佛注释。 从个业障参读咯，你也知影，逐句即十句内面，逐句拢是参读业障。如果讲礼敬啊，逐句拢是礼敬；称赞啊，逐句拢是称赞。这句每一句拢包含后面诶即个高句。 华严成为圆满的教学啊！这些所在，咱就看丢了。经常上讲，伊即是道，道即是义，一道不离啊。任何一门，做对古教一切法门，这叫普现行啊，这叫普现道啊，这是。 佛法到下达到究竟圆满的水平，你看佛在遮家人呢，你要真正发愿为一切众生教化一切众生，你们能未记哦，这三个目标？所以是他方世界远离恶处啊。 安尼是毋管你去到倒一个世界去受伤，迄、那个所在有缘，你就去遐去。你绝对袂迷失家己啊，迷失家己才对三漠道。换一句话讲，你绝对袂去贪千千万。这水身踏访世界，引离恶处，意思就是讲，你绝对袂去贪千千万，绝对袂搁再去。 自私自利的即个念头，如果也有自私自利即个念头生起来，你错咯。你也、啊、是凡夫啊！你度众生不可靠啊！所讲是，诶，度众生可能自己被众生度走去咯，太济太济咯。 我看的太醉了，所以啊，绝对是寻求净土，这个发心广度众生。第今哪里？寻求净土这个时阵，咱这个心也伫世间，咱也爱效化菩萨，认真努力帮助家己。 也唔通袂记哩，帮助别人，安尼就好。好，今来时间到咯，这段阿未讲完，下摆再个补充。